高端智能马桶手机 APP 功能展示 Intelligence Toilet App Display 一、全智能微波感应翻盖。微波感应功能开启时，人体移动的靠近坐便器，坐盖自动翻开。二、臀部清洗。当人体接触坐圈感应点，按一次臀部清洗图标，开始臀部清洗功能。再按一次此键，清洗管即刻开始前后移动，对臀部进行彻底清洗。三、女性清洗。当人体接触坐圈感应点，按一次女性清洗图标，开始女性清洗功能。再按一次此键，清洗管即刻开始前后移动，对私密处进行彻底清洗。四、烘干功能。当人体接触坐圈感应点，按烘干图标，风温多档可调，以温煦的暖风帮您烘干残留的水渍，不仅能使清洗部位更舒爽，还环保节能，节省纸巾的消耗。按摩功能。当进行臀部清洗或女用清洗时，按按摩功能键，清洗水压便出现明显强弱变化，按摩臀部，从而达到刺激神经、舒缓放松的效果。六、遥控翻盖功能。按翻盖键，坐盖可轻松实现开关功能。遥控翻圈功能。按翻圈键，坐圈可轻松实现开关功能。七、微波感应开关设置。八、功能调节设置，坐温、水温、风温、水压、管位。水压、水温、风温、管位、坐温，选择您想要调节的功能。当灯亮起时，按调节加减键，选择合适的档位。